4月29日，已经怀孕的李晟晒出一张正在吃冰激凌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可以吃冰的季节。”照片中，李晟戴着墨镜素颜出镜。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怀孕了，但是身材确实没有多大的变化，依旧是尖尖下巴脸。然而，大家的关注点却没有在李晟的身材上，而是放在了她手上的冰激凌上。许多网友纷纷表示，准妈妈李晟为了宝宝不应该吃冰的东西。还有网友觉得李晟拿冰激凌是为了摆拍，你是不是只能拿一下拍一下，然后还回去？不过李晟却在网友的评论下写道：“吃光光了。”不过也有专业的网友认为吃冰激凌是可以的，但要适量，吃几口解解馋就可以啦。之前李晟李佳航一组甜蜜孕照曝光，照片中李晟或身穿白色长裙依偎在老公怀里温柔浅笑，或身穿舒适休闲装和李佳航一起搞怪笑闹俏皮大笑。从两人的照片中不难看出，西湖李晟与李佳航两人现在十分的恩爱。